主料地瓜，辅料糖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地瓜切滚到快备用，锅里加油要多一些，因为要开始炸地瓜了，炸差不多10分钟，拿筷子轻轻碰碰地瓜表面，觉得硬了就差不多了，锅里加油开始熬糖。这把撕地瓜最重要的就是这熬糖了，一定要开小火，慢慢的顺时针化糖，搅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，完全把糖化成流质，然后把炸好的地瓜放进去，快速的炒两下就可以装盘上桌了。记得要在盘底抹点油，除非想抱着盘子啃，嘿嘿。另外也别忘了配碗凉水，看看拔出的丝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